张国立，1955年生于天津，国家一级演员、导演。张国立表演能力颇佳，相继获得金鸡奖、百花奖、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等奖项。对于他的表演，文从沈梦了解，有媒体评价，演皇帝时张国立威严霸气，气宇轩昂，谈笑间治国平天下，演平民百姓张国立宛如邻家大哥，终日忙忙碌碌，为生计而操劳，能上能下，能官能民，能古能今，游刃有余，表现出越来越宽广的戏路和越来越成熟的演技。张国立也能书法，这几幅作品是网传的他的手迹，也许相比照在荧屏上的形象，张国立的书法算不上多好，不过这也并不属于难看的一类。张国立书法作品欣赏。